各位师兄阿弥陀佛。那么今天是2020年最后一周，那么也是最后一个周一的禅修。那么这个星期是农历的11月17，是阿弥陀佛的佛诞。我们回顾这一年，就像我们所说的，是像业力的洗牌，洗到了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各个因缘，它的影响包括天后，包括政治的重组，包括经济的重组，以及个人生老病死的显现。那里面让大家体会苦空无常，不管是从自己个人到个人的工作，乃至于自己的饮食习惯，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都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很多也知道可能回不去了，也就是说，它所造成的影响，也知道没办法呢，再回去过去的形态。那么事实上，我们了解，本身在现在的末法，就是斗争坚固，又转成杀戮的坚固。因为这个杀戮也是我们的杀业所回到自己。那么里面的斗争也是过去我们与人斗争。你怎么做，就回到自己的周围，包括自己的共业的部分。所以有时候的影响，看到的是地区性，是国家性的，也都是有共，也有个人的别业。那么这样的洗牌，我们懂得正力法则，会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因缘果报。你怎么样就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过去的口业，现在就回到自己的身上。过去的身业、杀业也回到自己的身上。那么呢，对自己的意业，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才发现，原来大家都知道，大家的意念都知道。因为现在的科技，我们上礼拜讲，很多的信息，我们本来以为是很秘密的，现在才发现，全都录，所以我们过去也听过，你要人莫知呢，自己呢就不要去做。那么这些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
消业，也就是说，借由这样的因缘，来让一些真相呢能够显现，让大家知道要改变自己，让大家知道因果会现的，是不是应该调整好多过去的错误的一些想法心态？我们一味的追求自己的胜利，自己的目的，认为没有因果，也没有神佛，这些无形，认为是迷信。那么即使认为有，也认为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那么这样的心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何其幸运知道说西佛的通戒，我们要往人性的善的光明的去做，而不要犯了恶的因果，并且要自己清净自己，自净其意，反求诸己。对于一切的净，我们不跟他起了情绪，这样才是净。也就是说，你心要清净，就是不被净转。你心要能够清净，来听闻佛法，才有可能会净信。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没有往心田心地上熏修，你即使学了很多佛法，那么失去一个善，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失去一个自尽其意的实修，也就不会有清净的信心。那么这个心只是用佛法来包装，就变成我们讲过的佛游子。佛游子就是用一般的做学问的心态，自以为是来学佛。对佛或者法师，就会像当时龙树菩萨的心态，我懂了，我知道了，我学过了，你要讲什么我就知道。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自己呢自以为是，然后呢其实要有善知识要教导，也是非常的刚强难调，甚至于觉得自己呢高人一等，那么就会变成自己好为人师，或者呢变成眷属心，想要让自己呢被人肯定等等。那么这些法或者佛学的知见，就没办法
帮助这个人，反而呢被这个人所污染，因为它变成可能是一种交换，或变成是它一种我们所说的包装自己，甚至于因为自己的心有了分别，失去了清净的智慧，因为心有目的的作为，自然就造了一些恶业，所以也必然包括斗争的坚固。因为在一个团体，就会升起了五毒里面的嫉妒，贪嗔痴之外又加上嫉妒，或者呢怀疑，怀疑就会用自己先入为主的知见，怀疑呢法师善知识所讲，甚至有人怀疑。或者先说这部经是伪经，或者说非佛说，因为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所知道的、所学到的才是对的，而不知道说一个人失去了包容，失去了同理心，那么也不用讲慈悲心，就已经失去了西佛通戒，就会像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要守法，却有人要来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做一些他自己呢心机所想的小聪明。那么来自于现在运用科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子因为科技的进步，所有这些未来呢杀业坚固的力道呢就会非常的大，这就是我们佛法早就知道的。而在末法狮子里面呢，或者狮子本身就有呢虫，也就是说渗透在里面是狮子肉，就我们讲的病毒，电脑里面的病毒也好，人身体的病毒也好，它本身就是五毒所展现，就我们讲的五魔君。那么这一年来大家讲到病毒几乎都整天的新闻都在讲，现在差不多好像是确诊有8000万，当然真实呢是不止啊。那往生有1-2000万，1-200万吧。那么这些又在变异，像我们年初说的疫苗赶不过呢这些变化，那么后面
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病毒蠢蠢欲动，这些疾病，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可能都短时间是回不去了，包括很多的气候，很多的产业，跟个人的收入，粮食的缺乏，天然资源的分配跟以前不一样，还有就是科技的失控，对未来这些，包括我们说的森林大火，地底的火山也都蠢蠢欲动。那么两极南北磁极的变化，跟天星之间的引力变化，对我们人类呢，也会有呢很大的挑战。那么这些都超越了科技所能够控制的，而人以为定胜天，其实这是很没有智慧的想法。过去我们就是知道尊重天地，大家一起共存，那么这样的破坏，以人自私自利为核心价值，势必会造成很多的灾难、斗争，最后就是杀业。所以这一年也可以说让大家在恐惧中、不安中、动荡中，要改变自己，否则会越来越难以控制。就像今年到现在的冬天，疫情比年初的冬天要更难控制。因为人没有真的改变自己的心态，这些因缘果报、因缘情仇就会持续的洗牌。所以过去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是大家知道了自在王佛。当时呢，有自在王佛，然后那时候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法藏菩萨。那么有在为众生行愿上面细细的思维，要发这48愿，让
越来越末法，一个比较简单，而且能够在大家业力很重的时候，有机会待业往生。这样的愿呢，去实修。在自在王佛前发了愿，那么呢，礼拜四的佛诞，其实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公案，就是过去越王办无遮法会，然后那个时候国师呢是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禅宗法眼宗的祖师，那么也是净土宗的祖师。也就是两宗呢，都是有传承的祖师。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公案，就是这个法会要供千僧，那么圣僧来，当时留一个位置，后来是大耳和尚来，那么等到永明大师呢，跟吴越王讲啊，这位呢其貌不扬，或者说衣衫不整的大耳和尚，就是定光古佛。其实过去法藏比丘再往前，也曾经跟定光古佛结过缘，所以尊定光古佛在无遮法会的时候，以比丘僧做大位，因为国王叫他叫大师做。大位大师不做，因为大师知道定光古佛会来，但后来错失了供养，或者呢更大的这个因缘，去跟定光古佛，也就是大耳和尚请法。那么等大和尚离开以后，永明延寿大师才跟无越王讲。那么追过去呢，顶礼了和尚。和尚就讲啊：“弥陀饶舌。”那么这位使者才知道，原来永明延寿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视线。在无遮法会，阿弥陀佛就在，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么定光古佛也在。然后讲了这四个字以后，大耳和尚，也就是定光古佛，就入涅槃。等到回来，要报告吴越王呢，永明延寿大师也入涅槃，也就是阿弥陀佛呢，也示现即进涅槃。那么这个17号，11月17号就是大师的生日，用这一天来作为阿弥陀佛的生日。
佛诞。所以我们不管哪个教哪个宗，大部分都还是有一个未来要往生以后的目标。在佛教来说，绝大多数还是要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以净土为依归。所以比较容易下手的念佛法门，在我们现在呢，就很多人呢在修持。那么修到自己心中的佛，不是外表的佛，即心即佛，所以不修心是见不到心中的佛。他一直在，但是是我们见不到，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呢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所遮蔽。而祖师也一再的告诉我们，心外求法一无是处。你即使能讲很多的法，或者你有怎么样的禅定神通，你不能解脱。是一样的，不能解脱这些恩怨情仇，自己在欲界里面的欲望不能解脱，自己的情欲不能解脱，八风啊吹来吹去不能解脱。所以我们说最少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要坏了跟三宝的姻缘，不要毁谤正法，毁谤三宝，不要犯了五奸罪。那么你在心的清净，能够做一个净信的男子女人，那么我们来诵经也好，持咒也好，就能够呢相应。特别我们前几个礼拜都在讲，你今天还要有一颗慈悲心，对一切友情也好，对诸寒士也好，你有没有慈悲心？这个慈悲也不是我们讲的没有智慧的慈悲，意思就是要像我们说的四摄法这样子。我们自己清净自己的身心，比如说我们要持八关斋，我们要沐浴，我们要穿干净的衣服，我们备办的供品，这个心不要加料，
嘴巴，也不要呢常常去犯口业。在佛门很多是禁语的执事，当然住客啦等等，他是要在课堂要接大众，所以除了外的身、内的心，还有这个语，不去攀缘，就我们现在讲，不去造口业、八卦、讲是非。特别呢，是我们常讲的两舌、妄语，因为这些就是我们修行里面内心的缺口，导致在佛门做了跟魔一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明白，佛菩萨都是觉有情，我们要自己呢要配合去觉自己，不是用世俗想的，我去学一个什么，当上课一样的这样的方法，但是自己都没有呢发现自己的心念已经出问题，那就不是善，也不是清净了。所以这一年来的洗牌，应该让我们更相信，我们如果不是用善念，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胜利，不管是发展在各行各业，甚至你把各种科技交替的互用，最后是这些科技如果为不好的人掌控，那么人类会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希望过去这一年我们所付出的这些惨痛的经验的代价，能够为未来呢经一事而长一智。那么有阿弥陀佛这样的愿力，我们也才知道真正的修行是在像定光古佛或弥陀佛，是不舍弃任何的众生。我们要学习呢，用悲跟智来呢行大圣的菩萨道，就是六波罗蜜。从六波罗蜜里面，我们自然呢会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会自然我执越来越少，就会越来越清净，
作为一个尽信的男子女人，我们因为愿意做众生牛马，我们有同理心，才能升起慈悲心。那么戒来讲，我们呢，除了优婆塞、优婆夷戒、菩萨戒，我们都去了解、去受持。那么这样子，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可以利用禅修、共修，一起呢来改变现在我们人类这样的业力现前。我们常说愿力可以转业力，事情的真相是有因缘果报，没有宿命论。宿命论可以做参考，可以转为盗用，并不是认定它不可转。你心态变了，你个人的人生就变了。因为呢，你愿意把逆境拿来修炼自己，让自己的自尽其意的清净度越来越高，清净的越来越维系。那么顺境呢，你相对的越来越让自己渺小。那么逆境呢，越来越有同理心，心量越来越大。所以把自己渺小，把心量放大。那么这个宿命论已经不是宿命论，因为你已经超越了。你已经把这个宿命论，包括你把这个色身转为道用。我们有病以病为有，以病为师。我们可以接受一切的逆境，当然还是要持续改善，不是说就任他不去改善。比如说生病，你还是要去看医生，还是要改变饮食啊，生活的习惯。但是你内心是接受，你就是让你这一生有意义，能够解脱，不要又在呢命盘里面呢出不去。你今生就是前生这些所种下的因，那么今生这些因缘果报现前，那么来生就看你怎么消化这些因缘，成为正法的法缘，成为修行的资粮。资粮不是加分才叫资粮哦，你减分反而是最好的资粮。因为真正你要脱离欲界，以欲界的价值观来讲，你跟欲界越少纠缠，越容易解脱。
这些一切的价值观，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就像阿里孝尊者讲的，所有这些社会的价值观，你跟他相反，就是脱离欲界。追逐名利、面子、礼智、尊贵、富有，你能放下，但是放下并不是嘴巴讲，而是你要不动心。有些人学了佛，嘴巴就讲，有啊，我都有放下，静下来才知道有没有放下。自己，我们都以为自己有放下，如果为了自己起烦恼，通通没有放。你为了众生苦，起了尘沙烦恼，这就是一一突破。你要去把心量打开，去转这些，从空性里面。如果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祸都还在里面呢，随顺，都是别人错，别人对不起自己，看的都是别人的错，那么自己等于白来这个世间，而且又跟别人结恶缘，因为你没有真的改变自己，你相反的呢，又去跟别人呢结了恶缘，自己感觉良好，却不知道这一生决定会都漏光，贪嗔痴都增上，所以佛也告诉我们，正法都当舍。当然要先有才能舍，你不能连正法呢都不入，就讲啊，佛说正法当舍，我就不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一年呢看到整个现在的现况，我们到底今年比去年慈悲一点没有，包容一点没有，尊重别人一点没有，这个我们洗牌才有意义，才能够呢回到做人的基本。我们人起码呢过去呢是有守五戒的，才有可能当人。但是如果呢现在呢没有办法呢依教奉行，那么就很可惜，因为我们都已经听闻佛法了。所以过去的一年好多的事情
好大的改变。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我们像刚刚说的，是不是比一年前心更柔软，更谦卑，看到的都是自己错，自己不够好，没有办法帮别人，自己不够圆满，才会起烦恼。自己不够慈悲，才会呢对别人生气，才会呢落入一些是非口舌。再问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学佛是为了什么？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一年一年就能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呢柔软。那么阿弥陀佛也是无量光，这个光是智慧的光明，也是无量寿。这个寿代表着呢，除了延寿消灾，也是一种福德。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不是只有呢求生净土，它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是修福慧之两，修悲智，只有悲智那么才能够增长福慧，失去了慈悲，就是把自己的福报漏光。希望大家从过去这一年非常难得稀有的转变，也是我们人生的转机，看到苦空无常。现在很多国家因为天冷，交通也不方便，那么很多就业机会也没有，那么平白多了好多人在排队，在很寒冷的天排队领呢食物，因为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呢去买东西。那么有的被房东赶出来，就睡在公共设施当游民。那本来是有工作的，那么这些行业呢都没办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些骇客攻击或者美国的爆炸事件，就告诉我们，我们仰赖的科技
一旦异常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能运作，包括电力、通信。那么这个爆炸可大可小，当然现在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没有造成大量的伤亡。但是现在的爆炸是明白的告诉你，用扩音器扩出来多少分钟要爆炸，叫大家开始疏散。现在的科技也好，或者说恐怖行动也好，已经这么样的明目张胆，因为你没办法抓到这样的恐怖分子。所以未来人类之间的斗争兼顾开始转成了杀戮兼顾。这样的分化分裂势必过去也有因，今天才有这个果。我们人类啊，对生命的不尊重，那么也分散了、分裂了，不一定是人类的这些污名，那因果都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把筷子加长，多为别人想，多夹菜给别人。那么彼此呢，都在增长福报，因为心都是愿意呢付出，愿意服务别人，都在行呢布施波罗蜜。那么你自尽其意，也是呢持戒波罗蜜。那你能够对一切的尽顺利呢安忍不动，也是忍入波罗蜜，那么才有可能修禅定，才有可能在定里面呢进步，才有可能呢修得定慧，才有可能呢从三轮体性空里面修得空慧。而这个空慧在相应到法的法性，就会明白因无所住。见山不是山以后，他见山又是山的时候，风光就不一样了。虽然一些相都是虚妄，那么你能不能从虚妄里面呢不弃不离，不入三界不出三界，没有我也没有轮涅的分别。你既然没有我，怎么会有分别？自然而然就是任运。所以呢，提起跟放下同时就叫当下，因为这一念一刹那，这个依据一切，所以我们呢从这些无常里面，我们去思维这些缘生缘灭，它的本来是不生不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又为什么要灭？那么从这些因缘法
去看它的本来。再想想，解脱道是什么？就是我们闻以后呢，去思维。那么思维以后，就用在自己身上。我们能不能解脱？我们还不清楚怎么做，有太多的没落。我们讲的修戒定慧灭贪嗔痴，或三十七住道品，或者十大愿王，这些都很清楚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怎么修。我希望大家能够呢，一年一年，我们呢学习里面成长。好，我们继续再来讲《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这个紫金光菩萨跟天王众呢，就先礼敬释迦牟尼佛，那么听了诸佛的本愿功德以后呢，先感恩这个释迦牟尼佛，因为啊有这个因缘能够看到诸佛呢慈悲示现，让大家能够来供养，所以要懂得一切若没有释迦牟尼佛，哪有我们这些佛弟子？这是饮水思源。就讲啊，这样的除了感恩以外呢，又发了愿，好要成这个佛的威力呢，来拥护这个经典，或者呢陀罗尼法。不管是这个男人女人啊，这些病苦都能够呢让他们呢得到安稳，那么烦恼呢能够转掉，用这样来报答诸佛的佛恩，并且呢菩萨跟天王众在佛前立誓。这律师就讲啊，这个如果有尽性的男女，不要呢怎么样的意念啊，去送什么样的咒，好，然后又讲了法要怎么样做，那未来呢就可以呢不堕入三恶道，而且呢在净土不退转，一直到成就菩提。那么甚至于讲啊，这个也讲到说，如果患了一些无形啦、这些鬼神病啊，然后要写这个咒绑在这个手肘的后面啊，那么病好了就再放在清净处。所以我们知道天王众菩萨这么样慈悲，这么样用行动来报佛恩。
然后呢，上礼拜又讲到杜金刚菩萨又到七佛去绕佛，那么感恩佛，也在讲要在秉承的佛的慈悲护念，他要去利益众生，又说了一个咒。又说了一个咒，那我们上礼拜也念过。那么佛呢，许可，而且称赞菩萨，那么许可他来讲这个神咒。那么菩萨讲了以后，这个咒讲完以后呢？又讲了法，啊，怎么样修这个咒的法？要怎么样的清净自己，在怎么样的日子，啊，能够持这个咒？也告诉我们心不要散乱。那么一样呢，是要呢，身啊、心啊、你的戒啊，然后心如散乱，就是你要专注，要一心，日心一处，不要呢。不专心，那么就会得到呢所求满愿。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我们继续讲。十大会中有诸菩萨，皆悉畅言善哉善哉，止金刚，陀罗尼不可思议，实为善说。十七如来作如是语：我等。护如所说神咒，为欲饶益一切众生，皆得安乐，所求愿满，不令此咒隐没于世。那么这个时候啊，在当时的大会里面，就还有其他菩萨众呢，就来唱诵，就讲啦。哎呀，善哉善哉，就是金刚，因为菩萨跟菩萨就直接 称呼紫金刚，就讲啊，说的这个陀罗尼啊，不可思议呀、啊，真的善说就是讲得很好，啊，这样的言说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七如来就跟着讲啦，我们呢会来护念你所说的神咒。那么，其实这是。紫金刚菩萨，因为他的慈悲心，他是希望借由七如来的这个本愿，也跟自己的这个行啊愿行，那为了饶益一切众生，能得到安乐，那么所求能够满愿，然后。这个咒不要让它在我们隐没于世，就是在这个娑婆呢，就消失了。啊，也就是说，七佛也会护念呢这个法。继续讲，尔时七佛告诸如来，示范四天王曰：“我今以此神咒，咐属汝等，并此经卷，于未来。”是后500岁法欲灭时，汝等皆应护持是经，此经威力利益甚多，能除重罪，善愿皆遂，勿于薄福众生毁谤正法，毁贤圣者授予是经，令法速灭。这个时候呢，七佛又告诉这些诸如来啊，以及啊，这个第四天啦、啊，这个梵天啦、啊，或者四天王天王，就讲我用这样的神咒来呢，托付给你们呢，还有这部经卷。那么未来世。就是到后来啊，因为我们是在讲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
然后一万年是末法，就讲到后来法要灭的时候，这里可以说是最后到了五百岁，就是已经法会要灭的时候。那么你们都应该呢更加的护持这部经，也就是说这部经是越后面末越末法越要去护持。那么这部经的威力的利益呢很多，所以呢先讲利益，就说好处。我们刚刚呢就前面也讲过这个菩萨他的愿，还有呢七佛的本愿都有讲过了。他能够除重罪，因为到末法大家向下斗争坚固，十善都看不到，大部分看到都是十恶。这个恶啊，现在还有伪君子啊，以后呢伪君子也不用伪了，直接就是小人了，因为价值观不一样。然后伪君子是因为现在呢还用渗透的，就像波旬讲的，会渗透到佛门来破坏分化。就讲啊，这部经它的好处很多。那么就能够啊除众生的罪，那么善愿他会满愿，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愿都会满愿，是指善愿，就是我们讲诸善奉行十善，这个善就是慈悲心，你为别人的为之善，你为自己的就是恶。善恶就是从这里，你是自私的就是恶，你是善人体性空，是服务业，是设法行菩萨道，那就是善。这里讲不要于薄福众生，毁谤正法，毁贤圣者，受与师经令法书面。那么薄福就是我们讲的他没有想要真的去服务众生，所以我们刚刚讲悲智双运，你没有慈悲心，你的福就一定很薄，因为都是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最爱自己，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都没问题。因为这样的薄福众生啊，他会毁谤正法，并且会这个毁贤圣，就是说他会去破坏这个人，不管是贤或圣。那么毁谤正法就毁不，他会毁谤破坏这部经，或者他会呢说这个经不是佛说，或者是他会擅改这部经，甚至于他这个会去说这部经没有用，因为他可能自己呢也没有行善，也没有清净心，然后他信了以后就说没有用，然后就毁谤这部经，这是毁谤正法的部分。那么等于也是毁谤了七佛，毁谤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么毁贤圣者，就是说如果有善知识，那么他在当时，那么这些人啊，这些福薄众生，他会见不得别人好，或者没有调柔自己，他会想要毁掉，甚至于用恶法做法
来毁坏三宝，包括你真的实修的。那么以贤圣来说，在十法界等于都是在我们讲的四圣法界的，他也不怕也不信因果，因为他觉得他当下呢就可以来毁坏他。那么这样的人，他的信根、他的善根、他的慧根，都因为这样的错误的知见，或者他的嫉妒、不服气、不高兴，都毁了，就是恶根一直增上。那为什么不要去讲这部经呢？因为它会令这个法速灭，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么法都快灭了，这么多薄福众生，他会来毁谤这部经，甚至于在这个宗教团体会无中生有，我们台语叫听一个声，就会当讲故事，这是无中生有。或者呢，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对这些正法，可能他是已经入邪了，用他的入邪的幻境，他相信这种境界，或者他本身就会嫉妒比他修得好，或者长得庄严，或者比他富有的，总是要把他破坏，就是见不得别人好。那么在这个团体，他希望大家认同他，看到他的表现，赞叹他。他也会装可怜，他觉得说，我这么努力，这么卖力，然后在里面呢，毁谤正法，毁坏贤圣。那么这样子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团体，伤害到这部经典，这个法呢，它传承可能会就没办法呢继续的清净。那么尤其有一些人呢，好为人师，喜欢呢，觉得自己学得很好，要给人家讲，所以有一些是假的也会出来。那么这些都会把整个法脉传承呢破坏。所以在过去呢，很多的法，祖师会把它藏起来，有的是延长，啊，放在山里面，放在水里面，或者是放在法界里面，那就会有一些这些因缘呢，让这些呢法呢，借由这些因缘成熟的时候，再出来利益众生，就是保护这个法，不要让它呢被毁谤，然后呢这个法灭。
所以在某些秘法里面、咒语里面，是要看因缘根器才能传，而且不能传多人，因为某些是只能一对一或者一对四、一对三，因为因缘不成熟，会让这个法灭。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经，佛也这样讲，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明白，就啊认为说啊，就可以大肆的去传授，不知道这样会让法速灭，因为大家认为没有用，或者有人就会改。那么有些人呢，他又在幻境里面呢，会起了一些烦恼，他认为他在修或者自己有成就，但是因为前面呢自己本身没有正确的知见，所感召的因缘很多的假的现象他自己不知道啊，身体起了变化，还以为自己在利益众生，但是实际上呢都不是。所以在现在就已经斗争坚固，那么杀业坚固，然后末法魔强法弱，所以将来要弘这样的法，利益众生，而且除重罪，满愿的法，有些呢不能传的。我们刚刚也尝试解释，因为到末法真的就是魔强法弱，你即使很好的法要传出来，要传授出来，但是众生福薄，他不堪受，他会抗拒，不只是诽谤正法这部经典，谤佛。那么你贤圣，你要传授法，也是都要呢，他们会想办法呢毁掉。所以现在我们还能讲，啊，还没有到最后法当灭的时候，就已经很多的干扰。所以七佛呢早就已经呢在讲，因为众生真的修的人，真的愿意自尽其意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就继续讲，尔时东方七佛世尊见此大众所作已半，机缘满足，无复疑心，各还本土，与其座上忽然不见。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东方西佛世尊呢，见大众呢，到现在已经这个因缘呢都满足了啊，机缘都满足了，然后心里面也没有什么疑问的，然后就回去他们的佛土，那原来的法座就不见了。我们继续讲。尔时据说阿难陀即从坐起，礼佛双足，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薄佛言：师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佛告阿难陀：此经名为七佛如来应证等觉本愿功德殊胜庄严，亦名曼珠师利所问，
一名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一名执金刚菩萨发愿要起，一名净除一切业障，一名所有愿求皆得圆满，一名十二大将发愿护持，如是名字如当奉持。那我们一般在经典最后就是这个句诵，我们讲过就是佛的弟子啊，阿罗汉啊，啊，这个意思。那么阿难呢就坐起了，就礼佛啊，这个两足尊，那么又膝着地，行礼如仪，恭敬就跟佛陀禀白：世尊啊，那么这部经要怎么样命名呢？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才知道怎么样去受持这个经？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陀啊，这部经就可以我们这个叫做西佛如来印证等觉本愿功德殊胜庄严，或者呢曼珠师利所问，或者所问的啊这个名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名执金刚菩萨发愿要起，一名净除一切业障，一名所有愿求皆得圆满，一名十二大将发愿护持，如是名字汝当奉持。我们一般呢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那么也有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那么这样子是讲了七佛，那么我们前面讲是药师经，所以有些就是就讲药师经，有些会讲这个七佛经，那么也有纯粹从这个执金刚的发愿的这一部分呢来讲，那么也有从十二大将呢发愿的这一部分来讲，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这部经呢它的这个因缘啊来。将来呢用这样的经的名字呢来呢很恭敬的奉持。我们再讲十婆伽梵说是经已，诸大菩萨及声闻众天龙要叉犍闼婆阿苏罗揭露察紧那罗摩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婆伽梵就指世尊说这个经，那么圆满，诸大菩萨以及啊声闻天龙啊要叉，那么犍闼婆是天月神，那么这个阿苏罗，然后揭露察是金翅鸟。那么紧那罗就是歌舞神，那他也是疑神，怀疑的疑，那么他比较会怀疑。那么摩呼洛伽是大蟒神，那么人非人就是人又看起来又不太像人，那头上长一个角啊，人非人就是像人非人的这样的这种叫非人，那么也是这个护法。一些大众呢听佛所说就非常欢喜法喜，那么也呢发愿要信受这个佛菩萨的教导，要依教奉行，要去实修。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圆满。那么圆满呢我们呢也来再来呢一起念诵一下这个东方七佛如来圣号：南无东方光盛世界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南无东方妙宝世界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如来，南无东方圆满相继世界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东方无忧世界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东方法床世界法海雷音如来，南无东方善住宝海世界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东方世界如来，
我们在念诸佛的洪名圣号，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消灾延寿药师佛，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在念诸大菩萨洪名圣号，那么大士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大行普贤菩萨，那么日光遍照菩萨，那么月光遍照菩萨，那么药师海会佛菩萨，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喜舍大势至菩萨，那么无尽意菩萨，那么宝昙华菩萨，那么药王菩萨，那么药上菩萨，那么弥勒菩萨，那么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那么大准提王菩萨，那么直金刚菩萨，那么护法诸天菩萨，那么伽蓝圣众菩萨，那么西方东土历代祖师菩萨，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大菩萨。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药师赞。药师佛延寿王，光临水月坛场，悲心救苦降吉祥，免难消灾障，忏悔众等三世罪，愿其福寿绵长，吉星高照沐恩光，如意保安康。吉星高照沐恩光，如意保安康。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十二要插大江，祝佛宣扬，五色彩旅结其名，随愿西元城，冤业冰清，福寿永康宁。药师教主延寿能人，日光普照月光临，菩萨降福龙，药叉神明永护保安宁。药师会上四圣光王，十二大愿妙难量，苦海作舟行，广大吉祥诸佛尽称扬。药师会商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吉祥，七佛护坛场，日月微光灭罪免灾殃。药师教主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吉祥，祝佛祝宣扬，藏佛微光福禄永安康。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那么真福寿菩萨摩诃萨。药师大愿功德无边，大千世界尽包含，宝地不尽莲，我佛弘宣福寿广真言。那么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那么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那么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我们念药师偈：药师如来琉璃光，焰网庄严无等伦，无边恨怨力有情，各遂所求皆不推。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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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遍照菩萨，那么日光遍照菩萨，那么日光遍照菩萨，那么月光遍照菩萨，那么月光遍照菩萨，那么月光遍照菩萨。我们这个念回向偈：佛光照诸本命圆成，灾星退度福星临，九曜保长生，
运现和平，福寿永康宁，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我们最后做总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那么在我们讲药师以及药师七如来经，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也请佛菩萨恕救。我们是从释迦牟尼佛心咒。Om Mani Mani Ma Mani Sajja Mani Asa Om Mani Mani Ma Sahaja Mauni Asa Om Mauni Mauni Ma Mauni Sahaja Mauni Asa是诵药师佛心咒。嗡贝卡扎贝卡扎巴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德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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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持诵阿弥陀佛心咒。Om Amideva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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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devase OmAmidevase Amide 我们来念诵佛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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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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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观想十方净土现前，一切有情安住净土，再慢慢将光明收入身心，慢慢出定，那么我们都知道心净则国土净，只有在心地上我们自尽其意，才能够呢有这样的因缘跟净土呢能够相应。好，我们今天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